星神的梦。欢迎光临梦境贩售店，星穹列车的开拓客。这就是精神分析，先生。爱德华医生乐意为您效劳。您可以在这里体验到种种新奇有趣的梦境。上至克劳克影业出品，下至私人捐赠，我们应有尽有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您是第一次来到匹诺康尼，对吗？放心，爱德华医生会为您提供无微不至的帮助。祝您选购第一款梦境，尽情享受在梦中才能体会到的视听盛宴。已经为您分析完成了，我想您一定会喜欢这枚路旁。它来自私人匿名捐赠，据说其中的记忆属于已远的星神阿基维利。我可以向您保证，这枚梦炮绝对适合您。爱德华医生不会对梦炮内容的真实性做任何担保，梦就是梦，享受它吧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请您闭上眼睛，将额头抵在梦炮上即可。星穹列车的开拓客，你是否认罪犯？我不会对这枚梦炮的内容做出任何解释性或暗示性的评论。在这枚梦炮中，您将共享梦炮主人的记忆，亲身经历他的所见所闻。而对梦炮中模糊不清的部分，您的潜意识会主动提取相似的概念进行补全。你犯下的罪行无可饶恕，但列车长尊重每个人义务劳动的权利。给我认真做大扫除吧！抱歉，当我收录这枚梦炮时，其中的部分音轨就已经丢失了。也许意志也无法承载那不可言喻的声音吧。但为了增强体验，我可以对该梦炮进行调整，这意味着您可以选择以任何人的声线为其配音，只要您足够熟悉，我就可以将您的潜意识完美复现。是的，除非您对声音的还原度没有要求。好了，请您做出选择吧，我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。另一个性别的您有点难度，但没关系，爱德华医生总会满足你。复现完成，现在您可以更好地享用梦境了。那么你和其他乘客是否承认对以下恶性事件负责？你们驾驶雪地车闯入泰克大球馆，扰乱会场秩序，致使比赛中断，并导致20名开拓客和你们一起无偿劳动3个月，以修复大球馆外立面的严重损毁。你是否认罪犯？我承认。你潜入哈伊艾伊邦利动物园，用列车组半个琥珀季的预算，买下250只鼻星兽幼崽，将它们豢养在洗手间内，令其无限增值，导致大量污水灌满其他车厢。你是否认罪犯？我承认。你们入侵餐车后厨，向所有人宣称那里需要消杀，致使42块香香酥酥脆脆帕姆帕姆派不翼而飞，并带走了保鲜柜上层最后一碗列车锅，令列车长挨饿。你是否认罪犯？这是你自己做的吧？但我确实拿走了列车锅。别得意，我还没报完菜名呢，怕以及列车制库条目集体失踪案，用苏勒达浇灌关紧车厢植物盆栽事件，
休息时间针对列车长的噪音袭击，列车长专用临时储藏保险库入侵案。抱歉，为了避免某些纠纷，木须草加系只允许这个品牌的饮料出现在预知梦境中。等等等等，总计46起恶性事件，你是否承认他们皆由你所为？对不起，我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无名客。不，你不是吧？难道还有比我更糟糕的？当然有。谁？那个把列车炸成两截的家伙吧。这枚梦号的内容到此为止了，不知您的感受如何？这是与您潜意识的渴求最契合的梦号，如果您想反复欣赏，也可以支付信用点买下它。我承认这枚梦号价格不菲，您可以再考虑一下。柔和，您打算买下它吗？太可惜了，期待您下次光临。啊，对了，鉴于您是首次在本店体验梦号，这枚纪念贴纸送给您，您可以用它来装饰您的梦境护照，记录您独一无二的匹诺康尼之旅。还以为上来就能找到无名客的线索，果然没那么容易。他往那边跑了，抓住他！怎么回事？什么动静？注意安全，朋友。别想跑，你这个偷渡犯！不好意思，请帮帮我。伙计们，他还有共犯。正好，给我一起拿下。周而复始，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。离我远点！雷霆在此！灵符！行了行了，小子们，到此为止。长官，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睁大眼睛瞧瞧，这姑娘是我们要找的偷渡犯吗？这人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棕色头发，灰马甲，这位就是家族派来看护协约大典的治安官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报告长官，我们正在捉拿偷渡犯，就是这个小姑娘，可疑的很，一定是她。放屁！你们再好好看看，目击报告说是个银色的家伙，你们给我抓银色头发的小姑娘，能是一回事吗？还和客人打上架了。行了，滚吧，让我来处理。遵命。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尊贵的客人看笑话了。我是猎犬家系的加拉赫，那些蠢货是我豢养的幼犬，他们还年轻不懂事，误会了我的命令，竟然把匹诺康尼的贵客当成了犯人，真是有失礼数。我仅代表猎犬家系向两位致以诚挚的歉意。猎犬家系是梦境的守门人，
在这里负责包括缉拿偷渡犯在内的一系列安保工作。此前我们收到通知，说有不法分子借着盛会的幌子潜入了皮诺康尼。眼下正是协约大典前夕，别有用心之人不在少数。放心吧，小姐，我相信这是一场误会。这么可爱的女孩怎么会是偷渡犯呢？谢谢，如果没有您出手相助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意思，我还有事先告辞了，如果你们有需要就找附近的幼犬联络我吧。祝你们享受这场美梦。多亏你刚才出手相助，不然我可能真的要被抓走了。你说话好有趣。我才注意到你是无名客，对不对？是第一次来匹诺康尼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虽然崇拜无名客是真的。我是想说你是受家族邀请来的吧。我可以担任你的向导。虽然被猎犬家系的人当成了偷渡犯，但我其实是本地人哦，鸢尾花家系的译者刘莹。尽管只是临时演员，没有演出的时候我也承接格拉克斯大道周边的接待工作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可以带你体验各种有趣的东西。只要好好工作，也许就不会被纠察了。不客气，毕竟你帮了我大忙嘛。这边这边，借机了解一下当地也不是坏事。雷雨先生，与你的味蕾乘风破浪，注意安全朋友。谈起大多数人入梦后的第一站，那自然就是奥迪购物中心，这里的梦境贩售店超级出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各种奢侈品、服饰、潮流玩具店，甚至是车行。只要你的木须币足够，想买什么东西都不成问题。这些物品不仅能在梦中流通，也可以通过额外服务带回现实。不过，车行的销售窗口现在暂时不对外开放，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去买车了。购物中心外边就是广场，来这里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就是这儿了。哎，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吗？在梦里，饥饿是最珍贵的香料。这里有匹诺康尼绝大多数的特色美食，像是钟表披萨、橡木蛋糕卷、木须色拉，还有经典苏乐达。你随便挑吧，我买单。应该没问题吧？我还是有点积蓄的。好了吗？你挺有眼光的呢。啊，那
那我买单了。啊，接下来我们走这边吧。这里就是刚才提到的奢侈品商店，再往下走就是格拉克斯大道，黄金时刻的主干道。来，这里，跟上哦。这边，这边。给你看个有意思的东西。看，这尊雕像就是匹诺康尼大名鼎鼎的卡通人物钟表小子，来自匹诺康尼最长久最著名的卡通动画，讲述了主人公钟表小子与他的伙伴们在美梦小镇中生活的冒险故事，至今已经连载万集以上了。啊，风险？为什么？钟表小子可是匹诺康尼家喻户晓的大明星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不过你知道吗？据说钟表小子的原型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钟表匠。你竟然不知道，他可是匹诺康尼历史上的传奇大亨，梦境世界的奠基人，将梦想化作现实的人。关于钟表匠的出身，人们众说纷纭，有人说他是来自天外的行商，有人说他是监狱星的囚犯，还有人说钟表匠只是一个符号，其实根本不存在这号人物。没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来历，但人人都想复现他的成功，成为下一个钟表匠。他的事迹传向银河，令那些心怀梦想的人们蜂拥而至，一场又一场宴席造就了如今的盛会之心。在匹诺康尼，这个名字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虽然动画里的钟表小子只是个冒冒失失的吹牛大王，不过我还是最相信钟表匠是一位无名客的说法。毕竟开垦梦境这种事听着就很开拓啊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钟表匠真是无名客，那他岂不是你的老前辈？哎，你想和他拍照留个念吗？我可以帮你哦。当然不用了，说什么呢。怎么了？钟表小子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子的雕像，怎么了吗？你刚才怎么突然跳起来了？有棱有角的小鸟，可我好像什么都没看见啊。既然你没事，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，离这里不远，跟我来。
梦想就在眼前了。这里就是艺术的殿堂吗？看到远处那座建筑了吗？那就是著名的大剧院，皮诺康尼的另一个重要地标。有没有觉得它的轮廓很独特？因为在现实中，它曾是阿斯德纳的中央监狱，是家族在梦境中将其修葺一新，改造成如今光芒万丈的皮诺康尼大剧院。从建成的那一刻起，大剧院便不断地为整个美梦世界奏响协约颂。而在一季一度的协约大典上，家族成员会在剧院中齐聚，恭迎奇想师班降临，为皮诺康尼带来恒久安宁的祝福。我们所在的地方正是黄金时刻中最好的观景地点。你看，这里还专门设置了望远镜呢。这一季的协约大典马上要开幕了，记得提前来这里占位哦。接下来，急如律令，前面就是苏勒达主题休闲区艾迪恩公园，这里人多，要跟紧我哟。这里就是黄金时刻规模最大的公园，也是皮诺康尼汽水文化的标志。那座超级巨大的汽水瓶就是苏勒达企业的总部大楼。据说苏勒达起源于监狱时期流行的甜味药水，由苏萨先生发明，因此得名苏萨水。后来星际行商艾迪恩发现其中商机，便买下了苏萨水的配方。他在其中打入大量气泡，更名为苏勒达，还创造了糖浆主义，声称饮用苏勒达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，并借此缔造了如今的商业奇迹。你知道吗？苏萨水最初的配方中有一种被称作梦见草的原料彻底灭绝了，所以现在只有在皮诺康尼的梦里才能尝到元年苏勒达的味道。也只有在这里，你才能充分理解糖浆主义的真正内核。事不宜迟，我带你四处转转吧。这些正在演奏自己的乐器们被称作美梦剧团，在皮诺康尼之梦中有许多物品设施受到意志影响，拥有了自我意识。他们被家族驯化，成为了服务宾客的美梦剧团。不过这些小东西也会受到危险的情绪或记忆影响，变成四处破坏的惊梦剧团啊！如果不小心撞上了，一定要向附近的安保人员求助哦。呀，那儿有一位游乐设施的管理员，我去帮你领些艾迪恩代币吧，这样你就可以随意游玩这些游乐设施了。您好，管理员先生，我的朋友是第一次来皮诺康尼，可以为他兑换一些艾迪恩代币吗？当然没问题，请出示一下您的梦境护照。姓名，好了，请拿好您的护照和这些代币，祝您游戏愉快。一共有多少代币呢？总共10枚哦。您现在可以尽情享受匹诺康尼的各种游乐设施了。谢谢您，我们快去体验一下附近的游乐设施吧，目标就暂定为用光所有代币。好耶，大玩特玩。我看看先玩什么好呢，考虑到你是第一次来，
不如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吧，美梦牌牌乐和幸运转盘都很容易上手哦。点数不够了。玩得还开心吗？这片梦想之地，匹诺康尼黄金的时刻还是很棒的，对不对？倒也谈不上悲伤，只是这梦境太过博爱，太过宽容了。它浩瀚又深沉，像一片海洋，就连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可以安眠其中。我真的很感谢你选择出手相助，也因此我才能向你介绍这座乐园。他愿意接纳我，尽管我不属于这里，我也爱他，所以才想要同别人分享。我是有合法身份的，现在能再靠近些吗？再近些。
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你是一个人来匹诺坑尼的吗？你或许意识到了，也可能没有，但我刚才一直在带你绕远路，去各种各样的地方，就是因为有人在跟踪你。别回头，我确定他的目标就是你。从我们和加拉赫先生告别起就没跟丢过，我想过这人是不是你的朋友，但直觉告诉我不是。他身高大约1.8米上下，误差在2公分以内，体格健壮，明显锻炼过，步幅很长，但听不见踏地声，很轻巧，这种步伐不会留下脚印。看来他很擅长战斗，隐秘的那种。他手掌宽大，但手指细长灵活，我猜他习惯用刀，短刀，匕首。你认识这么一个人吗？酒红色外套，绿眼睛，深蓝色头发。他来了。哟，这不是我忠实的大顾客开拓者兄弟吗？真是好久不见啊，亲爱的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。哎呀，我真是走大运了。说笑了，伙计，这是匹诺康尼，你就是在做梦啊。见到我是不是很意外？这都是多亏了你，亚利洛6号现在可是门户大开呀。这位是？哎呦，三月姑娘，你这就不记得我了？亏我在贝洛伯格帮了你们那么多忙。我叫刘莹，是鸢尾花加系的译者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就说，也没过去多久，三月姑娘这变化也忒大了。幸会幸会，我叫桑博，是他的老朋友，请多关照。哎，别这样，咱俩好容易再见一面，怎么说走就走？桑博先生在匹诺康尼做什么？啊，做什么？姑娘这话有意思，在匹诺康尼还能做什么？无非就是到处转转，做做白日梦，度假呗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正好，伙计，咱俩难得在这匹诺康尼见上一面，不如让我带你们在这附近好好逛逛吧。我观察你们好久了，刘莹小姐固然了解匹诺康尼，但要论大人的娱乐，恐怕还是我桑博更胜一筹啊。大人的娱乐？看来我说中了。来吧，二位，让我老桑博带你们好好体验一下大人的世界。那个，桑博先生，你在担心什么吗？刘莹小姐，放心吧，绝对都是符合公序良俗的项目。那个，桑博先生，你在担心什么吗？刘莹小姐，放心吧，绝对都是符合公序良俗的项目。多长个心眼。要绕到对面，恐怕得跑好长一段路。各位，咱们坐弹球机蹦到对岸去吧。弹球机？他还没适应梦境，这恐怕会很危险。危险？刘莹小姐，这可是家族的美梦，怎么会有危险？在梦里不找点刺激怎么行？来吧，哥们儿，向他证明你能行。
里是商业区下层吗？没错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前面，皮皮皮皮西的沙龙。这沙龙可不一般，除了皮皮西人，只有拿到贵宾卡的客人才能进。当然，没什么是我桑博搞不定的。哟，保镖大哥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嗯，哦，是你，又来照顾生意了。对，我今儿啊想带两位朋友来贵宝地玩一玩，不知道咱这沙龙还有空位吗？几个人？三个。贵宾卡给我看一眼。好嘞，给您长长眼。我说你那两位朋友的，你都早看过了。这，我朋友初来乍到，怎么可能有贵宾卡呢？您通融通融，就用我的卡成吗？这两位身份绝对安全可靠，我用我自己的卡做担保。哎呀，这可不行呐，不能坏了规矩。要是没有认证，就请回吧。看来进不去啊。哎，别慌别慌，让我老桑博想想办法。哦，有了。这样吧，保镖大哥，我们不进去了，您帮我取个东西吧，先前寄存在这儿的。选择背叛的刹那，一律的阴云，至死不渝的恨，就跟雷手大姐说是小丑准备的材料，她肯定明白。嗨，你别急，就让我桑博先卖个关子吧。嗯，这没问题，我去告诉他。你们几个在这儿等会儿。取来了，他说光有这些不成，还给你多烧了个碎梦，叫你看着办。哎呦，还是大姐想的周到，多谢多谢。这样就只差一件东西了，咱们得找台附近的接机。哦，巧了不是，沙龙门口就有一台。走走走，给你们看点好玩的。